导演沙小兰，中国著名设计师、导演、制作人，曾担任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闭幕式、北京世园会开幕式文艺演出总导演，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情景史诗《伟大征程》副总导演，作为总制作人，打造了杭州 G20 峰会文艺演出等多个享誉世界的中国瞬间，受邀担任2020年迪拜世博会中国馆艺术总顾问，在业内享有极高声誉。总制作人吴燕，大型活动资深制作人、总导演，曾先后担任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第11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等综合性体育赛事开闭幕式总制作人，并作为核心主创参与制作了青岛上合峰会灯光焰火艺术表演等大型国事活动。副总导演崔威，曾任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中心执行副总导演，指导了雅加达第18届亚运会闭幕式接旗仪式暨杭州时间 G20 杭州峰会文艺演出等国际级大型运动会开闭幕式和国事活动。音乐总监王贝，著名作曲家，代表作品有《天之大》《千年之约》等经典歌曲，并为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等文艺演出创作音乐。视觉总设计杨谦，著名视觉导演，曾担任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深圳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式等大型文艺演出视觉设计